左转进入辅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卓。大家好，我是大坤。我和小庄现在又有一个这个任务啊，我俩以前好像在做任务，一个一个的。什么任务？什么任务呢？咱们来自新疆的这个周勇大哥啊，对于咱们是十分的相信和认可，所以呢，把钱转给了大坤小庄，让大坤小庄去帮他买车。是的。啊，买完车之后在这改装，改完装之后来开走，开回新疆。嗯。啊，你说这就得是多大的信任？又是新疆的。新疆这个词呢，在咱们这个昆庄达的这个成长史上是变得非常熟悉了。对，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笔。哎，5000多公里。嗯，新疆哈密的。嗯啊，那个地方的哈密瓜特别好吃。嗯，现在然后咱们奔这个哈尔滨这个当地的大同 4S 店啊，然后有一台这个特价的车，咱们去帮这个咱们这个周大哥看一看，好不好？行啊，马上就要到了啊，已经开了能有20多分钟了。右转，进入内部路。是不是上学的好？这就这儿啊？对呀、啊，门在那儿呢。嗯，不到啊，前面那个还能。右转，进入内部路，随后50米右转。这还有个大通房车改装厂呢，我的妈！哎呦天，行业内卷太严重了啊！就在人家那个4S店旁边呗。嗯。即将右转，随后到达目的地。真紧凑啊！右转，随后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附近，本次导航结束。导航结束，喜欢的话请给山兔一个赞哦。到了，走，咱们一起去看看去。来了之后，那个张总说先让咱看看这个店里的新车，各种先参观参观呗，介绍介绍，方便吗？方便啊，看着哪个是最新款的那个大通180？这个上午刚卖的，啊，然后它刚上市，这个是新款的，这是24款的 V80 吗？啊，这是24款的 V80，这有啥区别呢？有啥变化呀、啊？前脸的外观造型已经发生改变了，点阵式的，啊，就是这个进气格栅那块儿，对，发动机、变速箱，因为变速箱前期的话，可能这公里数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顿挫呀。但是的话，经过了重新的调教、优化了，可以说这个车在上了公里数，比如说20万以后，这个变速箱它也是不能说跟新车一样，但是磨损相对来讲的话，肯定会比较更小一些。是属于优化了呗？优化了。嗯，变速箱，然后还有哪块有区别吗？感觉更像 V90。价格。价格虽然说换了个新款、啊、但是的话同比这个老款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变化。哦，就是等于是加量不加价、啊、对对对。比如说前脸的外观造型肯定是看出来。空间上没变化是不是？空间上没有变化。滑道还在这儿。对。结构上跟咱们之前的都差不多。还有新款。但是内饰的话就是重新设计过了。中控吗？哦，是带一个弧形了，嗯，是不是？那块是一个弯过去了，仪表台那块，这块是弯过去了，啊，你看原来是直的，是。还有新款车吗，张总？有很多，这个 V70，对 V70现在属于是一个主打的 V70，大通24年一个主打的一款车型。它对标的是啥？是这个商务车型吗？302。哦，这是V70。看我像不像那个钢琴城、嗯、全系标配的无钥匙进入、电启动、多个方向盘、定速巡航，而且中控大屏、中控大屏都是12.1寸的，就电子的话倒车影像，它这些都是标配的，标配、啊、你现在所见即所得，它就是一个起步配置，已经全部拉满了、而且的话隐私玻璃这些都不是我们选的，都是标配的，对，它都全部都是标配的。这款车唯独就是丝滑，因为首先从品牌的定位上来讲嘛，因为它是个国产车型，所以说这个品牌它去年刚有的一款车型，可能推的话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现在的话优惠都是比较大的那些状态。我们现在还没装过这台车，应该是到现在还没。我们卖的也都是比较少。90的现在有吗？但是24年的话，这是也是一个销售重心。这90的话，90改款了吗？过去，哎，这个车动一下呗。没事，咱能挤过去。没事，不要紧。咱能受，克服一切困难。V90的话，现在我们店里面摆的展车，这台样车它是个手动挡的。哦。24款的V90呢，相对的变化就很大了。
它取消了一个机械式的一个换挡，它变成一个按键式的、啊、一个怀档。二四款的 V 九零现在上市了吗？怀档上市了，已经上市了，开始卖了已经开始卖了。哦，但是咱们现在店里没有样车是吧？店里没有样车、哦、店里的话现在这眼前这款车型呢，不就是一个短轴的，但是这是一个后驱的、哦、短轴后驱的，对，短轴后驱的，短轴也有后驱车啊，这个车对，手动挡短轴后驱、哦、手动挡它也是同样是分为前驱后驱，但是今年的话大通也是主打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前驱后驱一个价、嗯、其实我们正常来想的话应该是后驱的造价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嘛，但是说今年的话前驱后驱价格将会持不断的拉齐，等上新款再看吧。嗯，12万多块钱吧。这个太熟悉了、嗯、价格。咱切入正题呗。嗯，我们来看那个粉丝让我们帮他买那台车来了。走后面。对，就变成广告了。已经都刷出来了。我倒是可以在那个镜头里边，咱们这个买了什么车？可以啊，你要想介绍那可以。那我们的这个粉丝群体好像买这个车的比较少。哎呀，也挺好看的。让张经理给咱介绍介绍，这个咱来一趟也不容易，赶到一起了。关键我俩的这个这么多年朋友了，嗯、是不是、啊？这个看看他有什么给我们挑好的推荐。那挑好的，那就先从价位比较高的看起吧。嗯，这款车型是大通的 G90。大通 G90 呢？对，首先它是基于一个什么平台所打造的？它是基于一个上汽集团的一个整车的一个商务车的一个模块化的生产标准。它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国产，完完全全国产的一款 GL8 哦 GL8， 但是它标榜的设计呢，比如说可以看到内饰已经绝非是652 653这么简单了啊，它对标的产品呢，就是它是基于世纪所来打造的，也就是 GL8 的世纪所来打造的三块屏，而且全车呢全部采用 VIP 的沙发级的座椅，全部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这得多钱呢？这款车型是一款比较高的配置，但是这款虽然说摆着样车配置比较高，嗯，但是这绝非主打。这款车型19.99万起，一系列的优惠之后啊，可以说是一个不到19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就能得到一个全尺寸的一个 MPV。但是这款车型呢，相对于宜家角度出发吧，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个全尺寸。而且内部空间呢，可以说是所有的国产级别里面它是最大的。你把合资你也放进来，你把阿尔法、把进口你也放，相当于说就性价比最高的。嗯，性价比属比较高，比较高，比较高。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也会可能也会做这么大的车，但是相对来讲调教啊，肯定是与其这个上汽集团呢，肯定多多少少也会有差异。还有别的吗？嗯，还有，咱抓紧看。还有的话，视频容易超长。不如正题一会儿，赶紧。G20，我知道，因为咱改过好多次。G20 呢 ？G20 卖的比较火的也都是柴油版的。啊，柴油版。因为上汽派的发动机嘛，柴油机相对来讲的话都是比较皮实、比较耐用的，而且油耗也都是比较精细的。它就是一款 G50 的话，它主要就是针对于家用，家用代步。一个紧凑级别的一个七座的 MPV， 相对于一上一家呀也都是比较好的，而且价格比较低，手动挡的7万出头的样子。哎呦，谁敢想到手动挡7万多块钱就能买这么大一个车，是吧？这个真的也挺好，挺合适。那就出发，走，出发。这个后来有点应付了，咱俩好像。咱关键是咱视频不能太超长，那主要是视频超长，看粉丝这台车嘞。给刷出来了，这是刚刷完啊，这是刚刷完啊，刚刷完，嗯，还有水呢。来帮那个周勇大哥检查检查来。什么？因为这是一款短轴，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 V80 短轴的一个中顶吧，短轴中顶中高顶。因为 V80 它只分成两种顶高，一个就是平顶，一个就是2345的一个中高顶。之后的话，一个2.0直接换车了。啊，我还在中间呢，要的是那个左的那个，对，这个不行，咋的了？这不行，咋不行呢？这是一碗在中间的，我以为是在边上的，这是在中间的，他是想要边上那个是吗？对，啊，不是，就差别了，真差别了。真差题了，有没有相中这台车的？
赶紧入手，还挺便宜，特价便宜。那咱还得再帮那个这个周勇大哥继续找，再扒拉扒拉，再挑挑吧。再扒拉扒拉，你看他的表情，还有24款呢。我是希望你们来了，我是不希望你们走，所以我也是尽量去满足这个你粉丝的心愿嘛。是，不是你23款、手动挡，转轴中顶，仪表台在中在方向盘前面那个。啊 ，Plus。我都记着，这个是奥运通。给张总整紧急集合了。这个是奥运通。行，不看就走，回去吧，回办公室吧。不知不觉就黑天了，黑天了，这一天呀、东北一个是黑天早，再一个啥呢，这个地方离我们这儿稍微有点远，得20多公里，是不是、对，然后最后咋的呢，大家看视频能看到我们吧，是兴致满满的去订那台那个特价车去了，因为想给这个车友省点钱嘛，是不是？对，然后去了之后发现那是台库存车，之前我们是知道的，也跟咱们车友的客户说完了，然后呢不知道他仪表台是在中间那款的，客户很明确的就要这个仪表台在左侧，这 4S 店呢也没当时也没沟通好啊，跟这个 4S 店没关系，跟我们有关系，赖我们，对吧？所以说到这之后，我这当时大家听我的语气就是一下就是啊不行，这个车不行，不得劲。然后呢，完了我们反过来又给新疆这个周勇大哥呢打电话，说啥呢？说这个车是什么情况？仪表台在中间，然后大哥那是不喜欢那款。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到哪步呢？就得订车了。准备起步，靠右行驶。这个导航老打断我的话。老说话呢，这个。没事啊，咱注意安全。就得订车了。订车呢，现在有两个事儿，一个是23款的这个 V80，一个是24款的。24款前脸就改了，就是那个方形的那个，有点类似 V90。对，类似于中 V90那个前脸中控了，大家从刚才视频也能看到，是不是？然后这个24款的就贵一点，23款的就便宜一点。当然，我们也给这个客户聊到底价了，然后把这价钱告诉客户之后，他一选，他说我还是要23的吧，不要24的了，能省点就省点。他说他对于那些新功能什么他也无所谓。然后还要了手动挡车型，好，最后跟那个咱们跟4S店的经理一讲价，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最低价，他讲完了之后啊一拍板，这个车就搞定了，重新订了一台这个23款的大通 V80 短轴中顶，是的啊，手动挡前三后二的车型，完事儿，今天的事情圆满结束啊，剩下的事儿呢就是我们来跟这个 4S 店去处理这个车的这些手续，等下次这个车到了之后再给大家拍视频，我们来再帮这个车友提车，这个验车，好不好？好的，今天就到此结束了，给大家分享中间了可能这个咱们那个张经理插播了一段广告啊，大家就那个就当到 4S 店去溜达一趟看一看了，这个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啊，纯是啥呢，我们去找他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介绍了啊，换个话赶到那儿了，然后大家也看看这个他介绍的车，好不好？也挺有意思，对，就当个故事看，OK， 下课，拜拜。